开始啦！
Sí. Oh, qué lujo. <笑>所以因为船为什么那个地方过来的是比较慢，因为船走啊，后面都会有浪花。第一，有人在船上面，你经过的话，船跑很快，那个浪花很大，那个船在上面，拿出来，不会骂人啊，人家在船上就是很舒服，我们尊重他们。 大家都共用一个地方。第二，旁边有养鱼场，有人在喝汤，你船过啊，那个餐厅在上面摇来摇去，喂到别人的，那边其实他也是会骂你 ，OK？ 再来的话呢，养鱼场哈、哦，里面有鱼，船每一天来来回哈、哦，底下有声音的，那个水也是跑得很快，那个鱼有些时候可能不会长大，会吓到，会心脏病，会翻肚，OK？ 会影响。所以呢，有船来，他们错过的时候或怎样，一定的距离的，一定的那种方向，哎，说到那个地方还是要。 我们经过这个洞，往后面再过来哈。有没有一些东西你还是要睁大眼睛看？哎，插着的那些全部都是东西来的。哎，我看到了。